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。那你们接下来看到的影片呢，是我在 Monster Hunter World，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《萌哈》里面的，算是成长日记影片。所以它并不是正式，就当初并不是正式为了录游戏而录制影片，所以可能很无聊，但只是要是拿来做我在《萌哈》里面的记录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你觉得可以愿意看得下去的话，也欢迎帮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如果你没有很喜欢的话，就记得可以点右上角叉叉说再见喽。那之后会不会有其他影片，大家就敬请期待喽。接下来以下是我在萌哈的猎人日记。依然我要吃个，要接个任务，然后吃个饭。没关系，我要吃饭。啊，必须。嗨，比基尼姐姐。现在是第二周哎，那两季，它其实很快哎。哎、欸，奇怪。哦，我只有阿瑶的事，我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番茄的也是？也是啥？我想说，你也用攻防的延伸啊，攻防最后的延伸武器，就是这次开的武器。我不是啊。没有，因为刚刚看到是阿瑶的哦，一定是我啊！因为不管是哪一个都是比我还要高的东西，所以我已经秒换了。那个真的很高哎、欸！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就哇哦，圣番茄，我再次换。我刚忘了看这次的饭有没有变得比较不一样。没有，还是一般的饭，那就算。我觉得它看起来都差不多、啊。好可爱呀、喔！小兔兔好可爱啊！可恶，都是因为阿水这样子讲，我明天好想去买那个个人锅的羊肉炉。亚芳，我真的觉得不错啊，就是那个人锅。可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全、欸、先说，我现在有在录影哦，在录啊。我有在录，哎，接待员这样好好看哦。啊？接待员这样好好看、哦。你只是纯粹因为他看起来很清凉吧？等一下。没有啊，他这样真的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啊。真的很好看哦，他还化妆的话，我觉得好看很多哎、欸。哦，原来他可以这么好看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你们一定没看过那个很难看的样子吗？对，哎，他是在楼下哎。对啊。哎，没有，他在楼上啊。啊、龙在楼上哦，是哪里啊？走这边、那个番茄应该是直接引导，那就摘一个花，赚点点数。我手指头好冷哦，可能等一下我操作，可能我等一下操作会超卡。我下去喽。他、在哪里嘞？是飞雷龙的足迹耶！可是我们要打你。哎、是这样跳下来吗？没有、啊，直接跳。是啊，我以为要一直往上爬哎。请直接跳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引导。我今晚要找到一个。我是直接引导啦。哎，奇怪，你打比我多，为什么你不是直接引导？我收集到的其实没有很多哎、欸，那我现在要去哪？我直接看他在哪里好了，我好像可以直接看他在哪。不然我们等一下看阿翠开始打了，我们就去那里找阿翠。我还是回营地好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直接看，我只能看直接飞雷龙在哪，但是我找不到他在哪。我记得这里可以往上爬、啊，我刚刚在。就是有，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不是，到底在哪？跑去哪？哦，开始向导。哦，谁看到的？我捡了一点东西。他好一点哦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会不会回来？好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搬一下蛋，它就会回来啦。有没有蛋？对啊，你搬了蛋以后是吃火龙回来啊。嗯，
龙跟火龙差在哪？还是没差？石火跟熊火吗？那有可能你今天打的是石火，然后打到不知道熊火龙要冲过来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是会啊。真的？这什么不友善的设定？我在看他到底现在要去哪里，我好懒得跑到他那边去啊，因为好远。到底在？哦，他在吃饭。我收到飞雷龙的足迹，这太尴尬了吧？哦，他在我附近了。我先把他留下来。他现在是要飞回来的意思吗？他好像从我头上飞走。对，他要飞回去。各位 ，Hello。你到17号营地是巴士还是怎样？11，他在11附近。我看到了。欸，他又飞走了啦，87哦。他往下了。好烦啊，一直追他跑就饱了。其实有时候我最讨厌打飞龙的原因就是这样。因为他会整张地图飞给你看。等一下真的在看他要去哪，我现在在看他到底最后要去哪。还是谁要去留住他？跑了。好，番茄留住他了。没有，我没有留住他，他跑了。他飞到我头上了啦！又要去哪啦？很烦人呢、欸。他回到他的窝啦。到底在哪？他回到他的窝了，各位。楼下，他的窝不在楼下啊。窝，他在楼上。所以要去17就对了。为什么又有蚊子啦？那我够了没啦？哦，我直接去17等他，我不管，我要直接上去等他，好烦哦！教授，我看不出来我的岛什么要去带我去哪？你直接飞到17就对了。我在打了，你们怎么过来的？我在过来啦。可是我看不到他在哪里呀、啊。我的岛虫不知道叫我去哪，不用，你不要管你的岛虫叫你去哪，你直接从17过来，然后找我们的位置。其实真的好冷，冷到我有点不好看。你的岛虫会叫你去找那个痕迹，哦哦，打被虫到下面去了。痕迹，哎，谁？不是谁？看不到谁？鸡蛋里。好了，我跟着跳下去好了。告诉你，刚刚是他自己动到的，不是我弄到的。尴尬，我要死一整场。我在努力断他尾中。来了来了，到了到了。欸，我一下来他就要飞走了，我的发！反正番茄不是在他身上吗？我是在他身上啊，还要等哦。阿瑶，等他面向这里，等他面向你，这里，站在我这里。啊，算了，我把他闪下来好了。哦，不用了，好棒。我正要把它闪下来的时候，跑了！啊，真的手指头太冷了，我来不及按。
我带那很异装出了门干三小啦，我打火龙欸。我带了耐寒衣装出门。为什么我明明在打火龙，可是我沿路收到的都是飞雷龙足迹啊？因为这边也是飞雷龙，就是毕竟对他常常在边跑来跑来跑去。你要想，火龙是用飞的，飞雷龙是用走的。为什么会有东西？到底？到底你到底要去哪？怎么那么远啊？哦，他是跟飞雷龙打架了，我让他们两个打一下。我以为我也要。哎，为什么没有被闪下来？照理说应该会被闪下来才对。啊，我再闪一发。哦，对，小心小心火龙的脚哦！如果它飞起来用脚打你的话，记得小心一下。红眼了，红眼了！哎呦，痛痛哎！红眼了，是一十四。不逃跑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下去而已。哦。我换飞雷龙跳上来有什么毛病？我要找飞雷龙，我要找火龙。跟你打架！撞鬼了！撞鬼了！我撞鬼了！我摸一下尾巴。请先喝掉。快喝了，我快喝了。哎，落石，落石是谁？弄一下，想弄。原来这里有落石陷阱。有。要掉。那个。刚好累积到哎、欸，他是掉第二颗了，哎、欸，他掉第二颗了，他可以抓了。你看啊，我在放了。我在磨刀。累死了，哇哇哇尾巴，哇尾巴。动画。尾巴，哦，完了，完了，龙足迹，飞龙的足迹，哦，好忙哦，哎、欸，可恶、哦，好冷啊，我的手，我刚真的是完全卡死，我没办法动哎，哦，我拿到火焰袋耶。还是火龙，然后对于那个飞雷龙的那个研究反而变多了。正常。明灯龙出现，请确认自由任务，谢谢。那是你吧？对啊。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生态研究所。好奇，
塞，超酷！黑水晶票是什么？再是角龙哦，角龙是必须打的还是只是忘记看一下就知道，应该是必须打的，因为它会出现动画，搞不好阿友还没有看过动画。嗯，有可能哦，那应该是必须的。哇，我确定是必须的。嗯，那是出现在任务里面对不对？不是自由。对啊，我的右上角的任务就是狩猎角龙，就是那个、啊、打完古代龙人之后，他跟我说就是要。要击败，要站在世界的顶点，或是击败什么？哎呀，你刚刚打的是火龙为森林之顶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接下来是角龙为森林之，沙地之顶，沙地之顶。对，恭喜你打完这个，你就正式进入上位任务了。谢谢。我只有两个营地耶，我要从哪里出发？随便，反正角龙就是在底下就对了。那我不要从十一啊，因为十一看起来在上面。你有七吗？没有、啊，他没有。我没什么大一种荒地，我好像没什么去、欸，因为你们都叫我推进度，那我就推，我也没去探索。没有啊，其实探索可能也不好找。那个我们要等地图找。等没有，我是直接偷支付，就是参加人家的任务，然后直接去把没有去过营地都去过。我是，嗯，我是一个一个自己找出来的。你好厉害。也不是找啊，就是看别人已经写好攻略，然后就一个一个把跑出来而已。是吧？是啊，对，我看到了。好，那我要自己去吃个饭。要等你。要等你，我们要等你。对，你要等我，我要失职哎，真是。没事，正常的。反正20度，我可以接受吧。你那边20度？哦、嗯。我这边。房间的冷气是写19啊，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么高。因为还下雨啊。雨停了。嗯。小一姐飘了一整天，搞得跟我怕我有种我现在人在台北的错觉，可恶。嗯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是蜗精的地狱级耶。再说，有点打不赢。角龙都没看过哎、欸，那我还要先去逛地图，太尴尬了吧。你往地底下跑，不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溜到地底下吗？很大很大的沙地洞穴那边。你确定我知道吗？我不太确定知不知道啊，我也只能描述给你。没有啊，你去那个土沙龙，它不是之前有一个土堆吗？有一个沙堆沙坑。你知道是在哪吗？不知道。地图的右上角。哦，这么远哦、啊。嗯。以防退出通话。嗯，我要干嘛？我开什么？好像原本是要打什么，可是我突然间想不起来。算，来抽卡。那我要来吃了。小精灵，请赐予我神奇的力量。没有，小精灵今天心情不优。嗨，点强化系，强化系是啊，那只拿刀的。精灵今天心感觉不高兴。我就会主动攻击。你到了吗？没有，我还在等。
再来一个。不要再来了。因为我捡到的是屠杀龙的宝石。什么都没有，是变化系，该不是西索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。那我今天的猎人日记就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请你们继续看下去喽。当然，最好的游戏体验、最好的剧情动画，还是要靠自己体验。那我是番茄尤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